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y， 欢迎来到我们 JB Bobby Channel。今天我会带你们来看好料啦。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么大的一间屋子 ？OK， 大家一定想知道我现在带你们来的是什么地方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所在的，进来点有车啊！你看这边到处都是有很豪华轿车往进来过啊，你就知道我在的地方是有钱人住的地方。OK， 现在我今天来带你们看了一间二手屋子。今天我们的这个单元是带你们看的是二手房屋，然后二手房屋这间在我身后的呢，它是一间 corner lot， 它的地超大，等一下我带你们进去看。然后它的地点就在 Ada High，Ada High 很多人应该了解的很明白这个地点在哪里啊？它的地点位置非常好，它就在是我们Johor区的算是比较市中心的一个地方。因为从这边呢，你去波迪的话10分钟，你要去 Austin 啊，要去 Batu On 啊，其实5到10分钟都可以到。然后这里呢附近呢它还有什么好处呢，就是说如果你要去 shopping mall， 这里附近5分钟内你可以去到 Eon shopping mall。 然后附近这边外面有很多的店面，然后这边如果你要去上 highway 去市内的话，这边5分钟就可以上 EDL highway 就可以去到了的。所以这里是很多人找，而且这里没有什么新的项目 project 啦。然后还有一个优点，这边呢 Ada High 这个叫做 Greystone， 就是灰色的石头，这个达曼它这边呢大概只有很少数的人住吧，而且都是 cluster 跟 semi-detached type。 今天我带你们看呢就是 cluster type，cluster type 来讲的话，这里是很少数有的了，而且是 corner lot 的屋主割爱他要卖，而且是装修到好好他要卖， OK， 所以你们真的是赚到了的。然后再来讲一下这边这个地点呢，这个达曼它的对面哦，正门口对面它就有一个很大很美的公园。然后这个公园哦，我们早上来的时候已经看到有一些人在那边晨运啊散步啊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住在这边多么幽静多么悠闲回到家过后没有事情做，就去那个公园散散步，溜溜狗，带孩子走走玩玩，是多么的好，多么的惬意。 OK， 我话就不多说了，现在我就带你来看看这个屋子。来，我们进来一点看。OK， 这个是 short individual title， 然后它已经是物龄大概是有5年以上了的。五年以上了的屋子，你可以看到它的状态跟这个区域哦这么好哦，是很难得啦。而且你看这个屋子屋主哦还是多么会保养。OK， 你看一下这个 car porch。OK， 这个cluster house 它是50×70的屋身。后面到屁股有70啊，然后它的宽有50啊，因为它是 corner lot。你如果你是加2没有 fire 没有问题，八进啊一两再多一两 mini cooper 没有问题，而且它的这个是 full touch 到完了的啦。OK， 所以你可以不用什么装修了。其实讲真的，你买这间哈、不用什么装修啊，因为等下带你们去看，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。OK， 它的大门在正右边哦，所以今天我们走不一样的方式，我们从它的后门进去看。OK。Another way 进去看，然后我们就走不一样的感觉。OK， 你看一下现在这边。OK， 原本这边呢，它是全部是草地来的，可是屋主呢，他已经有 extend 一个多余的那个空地出来了的。所以你看哦，你根本不用去 extend， 你看一下上面这个管理地，它这个凉棚全部做好了，连风扇都美美啊。屋主有人每次有找人来保养的啦。然后这边你可能就可以办活动啊，放一个桌子 table 啊，几惬意几安静几悠闲。然后这个屋子它是 facing north 的，所以早上它会有点 morning sun 这边进来，但是绝对晒不到你里面，因为你的 corner 很大嘛。然后傍晚的时候是西照是 night side， 所以这个屋子完全没问题，所以这个的风水很好啊，而且又是 corner lot。然后你看它后面还有这么大的地，所以如果你想说，哎呀，我的老婆很会煮啊，她觉得厨房不够用啊，你敢加大它 extend 到完这边，因为这边是individual 带的 freehold 的 freehold 永久地契啊，你加大到完，哇，你看这边后面可以各两个房间了咯，如果你要的话。不过如果你喜欢煮饭啊，要做 island kitchen 啊，你就可以坐这边咯，大大哈。OK， 现在我们先去看它的厨房，你可以看哦，它的四厨房你进来。这边的话已经是做好了的，屋主之前他的装修啦全部做了，也是花了好几百千的装修。你可以看他这个全部是大理石啊 solid 的，然后你看他这些 kitchen top and bottom 还有这些炉灶全部都已经做好了的。最重要的是果然这边啊有钱人的屋主买的就是不一样。你看他连他的铁花铁窗全部是白钢的啊，你可以省多少钱你自己看。 OK， 然后这个厨房的 area 呢，他这边这个可以放洗衣机啦。OK， 洗衣机可以放在这边，然后煮饭在那边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厕所。这个厕所不是是给人家普通只是上厕所用罢了啦，没有的冲凉的啦，很小一间罢了的，方便可能女佣用啊，如果你有女佣的话，它就可以方便她用咯。
啊，比较小间，然后后面点那边还有一个小小的 store room， 这个 store room 或者是女佣房都可以啦，你可以囤放一些东西啦 ，OK， 啊 ，OK， 灰音比较重啊，因为是小 store room， 然后这边的话，它也是做好一些厨架式厨具啊，刚你够用。如果当然，如果你不喜欢，想走别的风格，你就赶紧拆掉它啦 ，OK， 买了就是你的。你看这边它已经做好一个隔门进去 ，OK， 我们进去客厅看一下 ，OK， 来，你看客厅大不大？是不是很大 ？OK， 我没有骗你，而且这边的屋子好是什么？它有那个挑高设计，如果你可以拍得到的话啊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就喜欢有挑高设计的 corner lot， 因为它可以放很漂亮的水晶钻石吊灯，然后楼上的那个阳台看下来的话，可以看到楼下的状况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边哦，屋主哦，它已经 fully。装修好的所有灯啊拉电啊，你看它的风扇用的都是好的牌子啦 OK， 冷气机还有它的 TV console 这些全部做好好了的，讲真的你真的是只要搬进来就可以了，不用再装修了的。你看它的砖，我看这个砖至少是8×8或者9×9的，是大片地砖来的 OK， 然后这边的话它还有一个这个 area， 所以如果你这边你可以放多一个dining table，然后我你要再进来这边吃饭都没问题了，然后这边可以放一些你如果有喝红酒的老板啊，你可以再做多几个架子，这边摆放下你的 collection， 红酒的 collection。OK， 楼下的话大家都还是因为做这种cluster house 的话可能会有长辈嘛，所以我们楼下还是有预设一个房间在这边，我们进来看一下他这个房间。OK， 它这个房间哦，采光非常好。你除了可以放 king size 或者是 queen size 的床以外，它这里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空间，就是它的balcony 出去啦，然后是透天窗样子的。那如果你的老人家他们自己有种些小植物啊，还有一个小阳台啊，我觉得很舒服啦。OK， 所以这个如果你不要的话，你 extend 掉它，然后你楼下房间就变大咯。OK， 所以这边哦，每个房间它都有了自己的冷气机啊，那你不用再装了的。然后你可以拍过去后面你看，然后再给他看一下这整个环境啦，是不是够大？等一下我带你去看一下楼上那边，因为它这边哦，它的 build out 啦是32743000多 square feet 的，所以哦是很够住的，五六个人住绝对没有问题。然后刚刚我们该讲的大门口一进来的话一样咯，如果 standard 它已经有预设了一个屏风在这边，如果你要放你的神台啊，或者放一些 L 区的一些鞋橱啊 collection 啊，都是没问题，因为大门进来就是有个美美的屏风，或放一幅画都是很好的。现在我就带你们上去楼上看一下。OK， 然后这边呢，它的原装原本就是长这样子的。OK， 这个不是屋主特地去做的Dimble Wood 的那个 Floating 啦，这个是原装就这样子了的。然后这个也是原装，屋主没有改啦。如果你想要 modern 点，就换成是那种防弹玻璃的 glass 哦，就更加漂亮，更加 class。OK， 我们上来楼上看一下。楼上这里呢，它就有一个小客厅。然后这个客厅呢，它很舒服，是因为它那边可以看下去，这边楼梯口也可以看下去，所以你这边可以摆两个小小的沙发跟一个小茶几，就很舒服了的咯，是不是？如果你从主人房跟客房出来的话，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看看下，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楼下去 ，OK。然后楼下你可以直接也可以看到外面的那个balcony，那个叫什么旁外面的那个我们的那个 corner 外面了有点词穷，忽然间 OK。OK，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三个房间。楼上呢，它是有一个公共的厕所在这边，然后有三个房间在这边。OK， 我们先看其中一个房间。OK， 这个房间就是给我们看下去楼下的那个长辈房的楼上的位置啦。所以这边看出去就是可以有阳光靠进来咯，所以很舒服，阳光采光很好。你看哦，屋主已经做好一个粗了的，不好意思啊，人比较粗鲁一点啊。你看啊，全部用的材料全部是非常好的，然后你这边哦，你只要买床啊跟一些简单的家私就可以搬进来哦，风扇也扣全部美美，因为它的门哦，它都有配合它的设计，已经有好摆有好那个气啊，整间屋子的 design 是非常协调的啦。 OK， 再看另外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就会比较长一点点。OK， 你也是可以摆个 king size 的queen size 的床没问题啦，然后这边可以放多一个 table 在这边都没有问题，然后我们可以过来点看一下这边看出去外面的风景这个就是你的 corner lot， 旁边还有一个走路走廊那边，如果你平时有宴会啊，有什么 party 啊，你的车就摆旁边咯，蛮多空间可以摆的。而且哦，这里哦，它是保安非常严格的，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都要 reserve
owner reserve 过后 register 一个 QR code， 然后才可以进来的啦。然后再来看这个房间，然后这个房间是我们的第二大的房间，因为它还有自己的 厕所啦，所以这间的话它就是左跟右两个窗口在这边，然后也比较舒服咯，因为它外面会放 aircon 的 compressor 啦。OK， 你看哦，屋主哦，他已经把每个房间每个角已经做好这些安全措施的东西了的啦。然后这边哦，他也给了整副美美的厨在这边了。OK， 你完全不用去做过了。啊，你看刚刚我开的是两横吊衣服的吗？这个是开样的格子，然后下面还有锁的。哇，这个屋主真的是没有住过哦。哇，我第一次开箱别人的家，开到好像在开新家这样。不像在开二手屋子。然后你看一下他的厕所，这些他屋主也是全部已经做好了啦。然后这边的 design 也是可以让你放一些洗手的那些用具咯。OK， 非常人性化啦。所以我们再去看看一下前面的那边画面。然后我再重复一下，我现在在的位置是 Ada High 的 Cluster Corner Lot。然后屋主个爱他要卖掉他这个美美装修到美美的屋子，而且完全没有问题。OK， 现在我们来看主人房。呀，主人房够大吗？哇，其实是很大下。哇，如果你想要看风水的话，你可以叫风水师来。你要嘛就床摆这边，要嘛床就摆这边。哇，你要讲摆都可以。OK， 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大的 sliding door， 所以采光非常好。如果你不要的话，你就盖掉它咯。然后盖掉它过后，你就可以装电视机啊，什么也是没有问题。然后它这边你看哦，这边去到它的屋顶上面也是非常高，所以你看它的风扇这样子斗哦，都还有很大的空间啊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 wardrobe 的 area， 它也是做好壁橱的，而且它主人房用的材料更加好。你看，哎，真的很像新家嘞！我开箱发展商的那个屋子的时候，我都没有管理地这么好嘞。你看它这边一个厨，然后这边还有两个。OK， 大概大家给看一下啊。这个屋主很喜欢呢，他真的有保养他的家嘞，所以你跟这样子的屋主买到他的二手屋，你会真的很放心。这边还有一个空间哦，放你的镜子，放你的梳妆那边啊。今天陪我来拍的是我的同事 Jason 啊。OK，Jason 下次再给我们拍更多的东西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主人房的厕所，厕所的话它是一个洗手台，然后这边有这个是原装的。这边 original 原装就有 bathtub 好的 ，OK， 所以你可以享受泡澡啊，然后还有这边就是干湿分离的冲凉间哦 ，OK， 非常的好啦，你看隔开好的，所以你的外面也不会弄到湿湿，然后想泡澡的时候就泡澡。OK， 现在我们出去外面看一下，这个是主人房，主人房它还有那个阳台的，然后这个屋主哦，他已经 extend 他的阳台了的，你看一下，做到蛮特别的，我就很喜欢。OK， 你看它的阳台一出来，它已经做了一个 gap 下去，变成是好像一个小楼梯下去，你感觉自己就是像明星这样走下来自己的啊 balcony， 哇，洗舒服一下。如果你觉得这个阳台不够大，你可以再 extend 没有问题啊，只要你想要怎样做，这边就可以怎样做，因为这边是 strata individual title 跟 freehold 的屋子，而且你看屋主很贴心哎。因为刚才你听我跟你讲到嘛，因为这个屋子是向 north， 所以它早上会有一点点夕照啊，不是 morning sun， 所以屋主他有做好这整片啊，隔掉那个太阳的了的，所以早上你这边完全不会有就是 morning sun 的那个 issue 啦。然后 OK， 我再来重复一下我今天带你们看的屋子，我觉得quality 来讲是我看过最好的 quality， 保养到这么好了。你想象一下五年以上了的屋主哦，可以保养到这么好，好像新家这样子哦，包括它的家私全部美美这样哦，我真的觉得买到是值得啦。 OK， 这个屋子它就在 Ada High， 然后的 Cluster House，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，或是直接要看房不要再等了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联系我或者是我的partner他们啦，然后我们会直接帮你安排预约的过来看这个屋子。而且你可以看下去这个屋子，刚才没讲到它大门一进来的时候哦，他连那个auto gate 都做好了，而且都是好的 material 摆杠的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省了很大笔装修费。然后这边来讲的话，多数是华人居住。然后如果你有什么疑问不明白的话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问，让我们知道。然后也记得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啦。然后最重要告诉你们了，这个屋子的价钱是非常合理的，它
虽然不是像市面上讲的那种什么 below market price 什么，可是我觉得你买到这么好的 quality， 其他东西都不用讲了，它价钱是 1.55 啦，我跟你讲，你听起来绝对不会觉得不值得，真的是超级值得。我们做 property 久了，我们知道这屋子的价值的，所以如果你是在找着这一区的屋子，然后有这样子的预算的话，然后就不要再等了，马上联系我们。 OK， 今天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